法，特别适合你，它又快又不容易累。安杰，安杰，上好的安杰。忙一天，总算把需要买的东西都买好了。明天我就出发去战场，告别家人了。我要走了，阿爷，你一定要保重身体啊！孩子，你一定要安全的回来。我一定会安全的回来。木兰，你得小心呀，你得吃得好，你也得睡得好。阿娘，一定不要太累哦。记得打仗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，还要记得不要让大家发现你是女孩。我会小心不让人发现我是女孩子。小弟，我要走了，我回来的时候你一定要做好吃的接我哦。阿芷，你一定要平安归来呀。小弟，木兰，祝你一路顺风，平安归来。阿爷阿娘，姐姐弟弟，你们保重。可是我是勇敢的木兰，我什么东西都不怕。哇，什么声音这么大，像打雷一样，难道我到黄河了？天都已经晚了，我今天就在这里住一会儿吧。可是我是勇敢的木兰，我什么东西都不怕。我现在有饭吃，可是不知道木兰有没有饭吃。唉，木兰应该已经到救援了吧？唉，吃不好饭怎么办？喝不好水怎么办？现在还好吗？现在外面这么黑，他害不害怕呀？我好想木兰呀。什么声音？是敌人的马，快到战场了，要快点赶路。